sexy 的粉红小姐，请出场。完了，粉红这个名字不太妙。哇哇哇！不妙，不妙。OK。通常叫 pink 的这种女生，危险都很危险。OK。She's lady pink。因为 pink 跟 pink 就是限制。No. 你要再跟他再近一点吗？啊，再近会不会碰到一些不该碰的地方？不会啊。啊，这样可以吗？可以，好，好，那你说吧。亲爱的 Pink， 我刚刚前面的虽然有点不礼貌，我说如果你真的有变天鹅成功，我要把你的话吃掉，那是个节目效果。其实呢，今天录到这边，因为第三个已经开了，所以我相信这一根天鹅羽毛一定从你这个完美的天鹅身上掉落下来凡间的。我要看他了吗？好，来张开眼睛对看，一二三。OK 哦，你好你好你好，水哦水哦，同一个人吗？蛮厉害哦，很厉害。哇，我们是那个 Facebook 的朋友。什么？你们是 Facebook 的朋友？主要是他主动加我的。什么？下流！是车？不可能！不可能！我的 Facebook 不可能！你一定不是用那张照片。对，一定不是这一张。你用这张照片吗？不是啊，那是你 follow 我吧？我有看你的吗？没有，你主动加我的。哇哇！说清楚，豆哥，你这样子，多久前加你的？哇，很久了，大概。准备一张给你吃，好，一年多前了，就是那时候还没交女朋友的时候，你不要这样乱讲，我女朋友看了有两个，慢慢吃，慢慢吃。啊，我知道，求了，4月1号快到，真的那个不可能，蛋糕该推出来了吧？不可能。